近年来，日山马不断活跃在世界赛马场上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2011年3月26号，杜拜世界杯。大赛从中盘开始就呈现出了有两匹日山马进行一对一较量的态势。结果就在那一天，日山马实现了历史性的壮举。全球奖金最高的赛事杜拜世界杯上，日山马独占了第一名和第二名。获胜的是 Victor Wahl Pisa。Back in the picture again. The Italians have surprised something like the underscore here. 获得第二名的是 Transcend。迄今为止，日山马已经在世界的 G1 大赛中获得了18次优胜，而且包括这次大赛在内，日山马独占第一、第二名已经达到4次之多。ほぼ揃いました。綺麗なスタートを切りました。以杜拜世界杯为首，墨尔本杯和杜拜司马经典赛等世界最高赛事均由日产马统治的场景，大家还记忆犹新吧？不知不觉间，日产马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，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。购买日产马已成为迈向成功的第一步。请您务必通过本节目获得关于日产马的知识和战略，并尽早迈出走向成功的第一步。那么，日产马的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首先可以列举的重要要素就是血统。在 Singapore Airline International Cup 中获胜的 Cosmo Bulk 的马主 Big Red Firm 的经营者冈田繁信先生在谈到日本马血统时说道，日产马的能力提升非常大，之所以能提升到如此水平，我认为还是 Sandy Silence 的影响力在发挥作用。几乎统治着当今世界的 G1 系列赛，还是 Sandy Silence 血统的马。由于 Sandy Silence 的影响力，日产马的水平取得了如此飞跃性进步，这20年一举超越了世界水平也不过分。该 Sandy Silence 的子孙们已经渗透到日本的赛马界、产地的各个角落，因此什么时候突然从某个地方冒出一匹惊世黑马，一点也不奇怪。Sandy Silence 血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具有橡皮一样的柔韧性，而且输索力还很强，具有超强的瞬间爆发力，因此从短距离到长距离表现都非常优异，的全能性非常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新加坡有短距离赛，长距离大赛也比较多，而在日本出现可应对各种场面的全能马概率很高，因此日本市场非常有吸引力。另一方面，支撑日产马优势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培育。日本在技术、设施两方面都一直在努力提高水平。关于日本的培育和调教，我们采访了负责培育 Air Dorado 的村田大佐先生。
我认为从技术上讲水平很高。为了做到每天都与昨天不同，大家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，包括精神方面的情况在内。如果谁想到了好的点子，大家马上采用并尝试，然后再碰头交流，再改进，这样的过程每天都在进行。最根本、最基本的事情是马与人的关系的建立。到了赛马场，将有完全陌生的人与在此毕业的马打交道，因此培育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马非常重要。在该前提下，还必须通过调教使之保持这种本性。壊れないでしっかり調教してこれるような、もう根本的な出走率、最根本的成功起跑率达到100%是最理想的。目前的状况是没有坡道的培育场，很难吸引马送来培育。现在哪里的培育场都设有坡道，没经过坡道调教的马是无法获胜的。相反，对培育场而言，由于没有坡道难以吸引马送来培育，因此就像 BTC 一样，比技术面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不首先将培育设施建设到位，无法说服客户接受，因此在硬件方面大家都花了很大的功夫。如上所述，虽然日本不断培育出超强骏马，但在外国人马主中仍然有些人觉得日产马很贵，从而对日产马敬而远之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价格情况。当然，在日本的交易会上，有些马的交易价格很高，但并不是所有的日产马价格都很高，也有许多便宜的马。另外还有许多马相对其血统价值是以较便宜的价格成交的。再看看活跃在日本赛场上的赛马例子。Cosmo Platino 的血统数据是，其近亲中有 G1 冠军马和 G2 冠军马，其叔父中也有活跃在赛场上的名马，而且其父亲也是 El Dorado 的父亲，是名叫 Stay Gold 的名马。虽然拥有如此富有魅力的血统，但在2004年夏交会上的成交价格仅为367万日元。他后来在 G3 大赛中获胜，并累计获得了1亿2000万日元的奖金。Mine Isabel 拥有母亲曾荣获重大奖项，叔父中也有两匹获得重要奖项的血统，但在2008年秋交会上的成交价格仅为315万日元。他在2岁的时候就夺得了 G3 大赛冠军，截至2011年3月，虽然只有3岁，已经累计获得了5400万日元的奖金。如上所述，日本交易中也有许多便宜的马上市，而且出现了一些取得辉煌战绩的名马。